今天看一期任务的全流程攻略，名字叫 Demon Slayer，这个恶魔屠杀者。首先这里有一个小房子 Aris，点击跟他聊天，选择第一个选项，选择 Yes 开启这个任务。这是需要一些金币的，给他一个金币。选择第二个选项，继续选择第三个选项啊，问他怎么杀这个 Delris 这个恶魔。简单一个动画解释了，就在这个 Varrock 南部有一个这个传送法阵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是怎么用把那个 Delris 给他召唤出来啊，最后就把他击败就行了。这里其实我们可以都不选了啊，然后我们去这个西南部这个 Varrock 城堡。这里有一个这个 Sir Precinct，这个是也是一个爵士的感觉。点击跟他聊天，选择第三个选项啊，大概意思也就是从他弄一把剑嘛，啊，也是当是荧光剑。啊，选择第二个选项，继续选择第一个选项，还给我们一把钥匙，好像啊，这里好像就不用再选了。然后我们去那个 Captain Rowan 啊，去找他对话去。他在那个西北部这个 Varrock 城堡。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个爬上楼，这边有个旋转楼梯，点击爬上去。啊，再爬一层，啊，就在这个上面啊，点击跟他对话，选择第三个选项，继续选择第一个选项，选择第二个选项。就跟他说有一个恶魔来了，啊，继续选择第二个选项，这个恶魔是个威胁，看他是怎么给我们一些建议。继续选择第三个选项，选择第一个选项，他给了我们一把这个钥匙，我们爬下楼，去这个啊，继续再爬下楼，这有两层，去厨房啊，这个城堡里面有个厨房，在这个稍微东部一点点。这有个小门啊，点击这个小门，把这个门打开，然后我们再爬上楼梯啊。这个厨房里面有一个旋转楼梯，还在里面啊。然后这边上有一个小门，小门打开，里面有一个这个桶，我把它给拿着。然后我们用桶在那个水槽里面接一桶水，我找一下水槽在哪里啊？这上面没有的话，那就在下面啊。这上面这厨房我没想到上面还有卧室，然后在下面有这个水槽。OK，我们点击放在这个水槽上面接一桶水，然后我们把这桶水放在这个厨房外面的这个有一个排水的这个东西在外面，我们需要出去啊。点击 bucket of water 放到这个 drain 这个管子上面去啊。他让我们现在去那个 Varrock 这个下水道啊，在这个人形那个烟井盖子这个下去啊，在东南部 Varrock 城堡。我看从这个花园能不能过去，花园好像过不去啊。这个花园是封闭的，然后我们就绕一下吧，还是需要绕的。跑步没有药水了，我们先去银行去拿一点药水，否则跑步跑不动了。这个骨头它要带的是，必须要那种不是 Note 模式啊。我们先带一点，然后我们带点跑步药水，
跑步。这里有一个这个盖子，把它打开，然后点击先爬下去，爬下去以后，然后我们去那个北部这个陷阱的这个入口那个地方，把一个生锈的钥匙给它捡着。在这个地上啊，靠近这个废墟这块地方 ，Old Rusty Key， 然后给这个 Wizard Try Ball。25个骨头啊，在这个法师塔那边，还必须要是非 Note 模式啊，用 Necklace of Passage 传送到法师塔。到这边以后，进入法师塔这个门，这边点击一个小门，然后进去啊，再点击边上一个门，然后爬上一个旋转楼梯。然后右手边一个门，点击，然后它在里面啊，点击先把这骨头先给它一点，选择第一个选项啊，选它的这个 Demon Slayer 啊，选择第三个选项，选择第二个选项，哎，好像是不接是吗？它不接这个。一部分啊，那我们先回到银行啊，用这个项链传送到 Dreno Village，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存一存，直接拿25个，把东西存一存，把金币给它放掉，只能直接拿25个，还不够啊，还差两空格，再把这药水给它送掉啊，然后现在行了。现在我们去到法师塔啊，幸好这边这个银行离法师塔比较近啊，我跑步过去可以了。讲究不？很讲究啊，它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最大化优化一下你的这个格子啊，你居然有二十多个格子你都没有啊，你就要优化一下。跟有的游戏比起来，动辄几千个格子，那简直没法比啊。OK， 这边上来继续跟他对话，把这25个这个骨头给他。选择第一个选项，谈论这个任务啊，然后把这个骨头给他。有了骨头，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啊，我们收集了3把钥匙了，然后现在去找 Sir Prison， 在这个 Varric 城堡里面的西南角。点击这个微城传送石，然后再往北走。这是3把荧光剑的这个钥匙啊，好像要这3把钥匙做成一把荧光剑，才行。我记得好像是有可以做成一个暗光剑，杀死恶魔。我看下一步怎么办。他传送了一段距离啊。啊，可以了，就用这把荧光剑就可以了。他把3把钥匙组成一个荧光剑啊，我们把它佩戴上。我们看要不要拿点吃的。Kill Darius level 27, use Silver Light and Dark Wizard's Source of Varric. Once defeated, you will need to say the magic words to banish him. Say the following in order. 啊，啦啦啦啦啦，不啦不啦不啦。那就直接干吧，直接干去拿点吃的，我感觉不拿点吃的估计也不行。拿点龙虾，拿点药水，然后我们去这个西南角啊，就在也是也对对对，在南部东南角有一个石镇啊，有个石头镇，有一群这个法师在那边围着的。
好嘞，这边有一个，一进来他就进入一个这个动画，他们把他召唤起来，从一个井里面出来的，样子有点像我们看的牛魔王啊，但是没有这个尾巴。怎么先打这个黑袍法师呢？那就先把这个黑袍法师给打了吧，我感觉先打恶魔呀。我开始自动反击了，我靠，我一下就打了8血，死了，这么快？哦，我们现在把这个咒语念一下：Cancel Nemrum, Cabinon Dino, Carilim, Carilim Perchin, Abi。任务结束，这任务做完了。